这我们其实做了很多，就是我觉得是你可能觉得一般的阿宅不会做的事情，这样子。那所以接下来这一点是一般的阿宅目前好像没有看到有人做过。那在正式放正式讲我要做什么之前，我想要先放一段电影的预告片给各位看。似乎要按一下。You know, it's easy sometimes to feel like you're powerless, like when you come out in the streets and you march and you yell and nobody hears you. But I'm here to tell you today, you are powerful. You can stop this bill. A co-founder of the social news and entertainment website Reddit has been found dead. Aaron learned how to learn at a very young age. Bob introduced him to computers, and he just took off.He certainly was a prodigy, although he never kind of thought of himself like that. He really had different aspirations for the purposes of political goals. He was sort of learning to hack politics. Stop soda! This bill poses a serious threat for all who use the internet. The freedoms our country had been built on would be suddenly deleted. I couldn't let that happen. Aaron was trying to make the world work. He was trying to fix it. Bringing public access to the public domain.He doesn't hack JSTOR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of hacking. He wasn't stealing, he was making a point. They arrested him, strip searched him, and left him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He said, they want to make an example out of me. On the internet, everybody has a license to speak. It's a question of who gets heard. Aaron Swartz was not a criminal. You can say, oh, this is another instance of cyber war. The cyber criminals are attacking us again.They use those as excuses to push through more and more dangerous laws. This is a poor use of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 It should have never gotten the attention of the criminal system. We need to galvanize opposition today because today is when it matters. I'm still angry. This is what we as a people think is okay. Aaron was willing to put himself at risk for the causes that he believed in.He was the internet's own boy, and the old world killed him. Oh.这部片是《网路之子》Aaron Swartz 的算传记的纪录片嘛，然后 Aaron Swartz 如果不太清楚他谁的话，通常会被人家拿来当纪录片的都是古人，对，因为他是就是已经就是身亡，然后他是为了就是算推广网路自由，然后他是捍卫一个理念，所以就是离开大家的。那由于这个人在网络上面其实贡献很多，所以在他走的时候，大家有发起了很多悼念他的行为这样子。那这是一部纪录片，那这部纪录片呢，他在去年中的时候有上映，然后在台湾是没有啦，其实也没有完整的中文字幕。那除了这个之外，这个跟网络自由有关系吗？其实你知道吗？还有很多很多的片子跟网络自由也好，开放原始码也好。开放资料也好，跟女性学习资讯科技也好，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片子都是在网络上面也好，或者说在出租店搞不好也做得到。那它都流传在各地，但你不知道他们在哪里。那我不知道，我问一个问题哦，这种片子你有没有兴趣？你想不想看？想。你想看对不对？我也想看。那我想看，然后没有要做，这个时候就要发挥 open source 的自干精神了。就要自己跳出来开放文化影展，对不对？完全不是开玩笑，因为我这么说好了，我跟这个想法的发起人在后面红衣服的红旗，好，红旗不跟大家挥挥手吧。我们两个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我们两个都不是什么程式高手，就是像我来讲，我现在甚至不太写程式，然后红旗是他也不太写程式。然后我们都很喜欢分享，我们在做很多种不同的东西来分享给别人也好，或者说希望推动大家一起分享也好。其实我们在就是过去几年，高林斯他用他的程式跟热情推动大家加入 GUB， 然后呼喊着何不食山猪。那我们呢也有我们的热情在不断的办活动啊，或者说、推动大家学 Arduino 啊，就是小朋友的资讯教学啊。那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的另外的想法，原因其实就是第一个是因为我们想要看，我们自己想要看，
那他没有引进台湾，那怎么办？只好我们自己搞。那我们自己搞的情况之下，我们一方面去找 CC 的相关的授权影片，然后方面自己开字幕组去把字幕给补上去，然后自己去租电影院。这过去墨子 TW 有曾经做过嘛，就是直接去 booking 电影院，然后大家一起来分票钱来看这样子。所以总之我们想要做开放文化影展。那其实影展对我的想法，因为我其实有一点偏比较行销人嘛，所以对我来讲，其实影展在做开放文化影展有三个很主要的目的。第一个是因为我们想要推广开放文化，那推广让一些本来就很主动的人他加入，这个其实不是太难的事情，因为他本来就很主动。那所以你公布讯息告诉他去哪里看，哦，他去看他就想一想 OK 他自己会跳坑。但是有一些人他不是那么主动，你要去稍微给他 push 一下，稍微拉一下，让他来认识一下这个文化。那我觉得影片是一个非常好的入口了，所以第一个是因为推广，第二个是因为可以促进讨论。因为目前有很多的跟开放文化相关的影片，它其实在讲的都是一个观点，这观点你不一定要全盘接受。那我们希望说可以借此来带大家讨论一些东西，然后来深化一些议题这样子。第三个，也就是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一点啦，因为它很好玩啦，啊，就是不但好看好玩，而且又好吃。那所以既然这么好玩的话呢，那我们就想说来办一个开放文化影展。那这个想法其实已经想了两年多了，这不是最近才冒出来的东西，那是去年底才觉得说啊，就是该做了，不要再只是讲讲，总是要起来做一点事情这样子。那我近期在规划的时候呢，我其实发现说，其实开放文化影展哈是一个很好的入口。啊，怎么说入口呢？因为我边去规划它，边觉得它可以跟好多好多东西串联起来。那打个比方，我这边有先举三个例子哈，分别是开源字幕组、跟主题工作坊、跟多元社群结合。那开源字幕组其实是因为说这边上面有很多影片啊，就是我们从网络上面找到也好，或者说从必须要去跟他谈权利金也好，有很多影片它是没有字幕的，那我们必须要自己搞。那自己搞当然不是用一般的方式去发给翻译社去把它解决掉，我们既然是开源人，我们要用开源的方式做。所以过去来讲，我们曾经有墨子 TW 曾经有组织过那个 Code Rush， 也是一部纪录片的那个翻译工作坊。那刚刚那一部的 Internet on Board， 其实我们已经有开过一次的翻译工作坊，然后大家已经把东西给粗略的先翻译过了，那还需要有人去做更细致的整修这样子。其他很多的影片也是一样。那所以我觉得开源字幕组是一个非常好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让不是那么认识开源文化的人可以先进来先做一点的事情看看。你可能只翻个五分钟的影片，你先试试看嘛，然后到最后你看到一个五十分钟影片展现在你眼前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觉得说，哎，我做的那五分钟的贡献是有意义的，它成为这五十分钟里面的部分，这五十分钟里面的影片有我的贡献存在。所以这是开源字幕组的部分。那另外一个是 workshop， 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纪录片是跟开源软体还有开源硬体相关，比如说像 Arduino 也有做纪录片，然后还有像 Code Rush 是 Mozilla， 然后还有 Linux 的Revolution OS 是跟 Linux 相关。那这些东西我们想要搭配相关的 workshop， 就是混合报名，它有可能不一定是收费啊，就也有可能是你报 workshop 我就带你去看影片，或者你来看影片我就强迫你参加 workshop， 那这样就不行了。那所以总之是第二个是跟主题教学相关的工作坊，那这个有可能会跟 Costco 一起合作，因为这目前影展来讲是Costcard 跟开放文化基金会一起合作来做这个东西。那第三个是，其实很多影片都有各自的方向，那我们也希望邀请那些社群来谈谈看，在这个影片里面他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我随便打个比方啊，这个还没谈过，那不过我已经有稍微想一些，就是说打比方有一片叫《训家家》，是谈女性学资讯科技的东西，训家家，不是家家哈。那这部影片我就很有兴趣说，哎，那我们如果来看完以后，有 WOFOS 就是推动女性参与开放原始码运动的那个社群，来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在这个部分他们遇到议题，哎，那是不是很有意思？一般的影展有导演座谈，那是导演在不断的在跟你讲话，想要讲的东西。好，我们是社群座谈，跟这个片子相关的社群来谈一下相关的议题。所以已经有想到说，其实有很多社群可以一起结合这样的。那要办这个影展呢，我们当然是不免俗的要花一点钱，呵呵，这没有办法哈。那所以我大概列一下说我们可能需要花在什么地方这样子。首先是绝对逃不掉的场地器材费，
因为人大家可能很愿意做志工，但是要租场地，就是场地方可能不愿意不那么愿意做志工，所以我们可能免不了要场地器材费。然后再还有一些片子啊，虽然它是 All Rights Reserved， 但是其实我们觉得它有意义，那就有可能我们会去邀请他来展，那或许也有可能他会跟我们收一点点的影片授权费。那接下来是，虽然开源字幕组是不需要山猪的，真的量有点太大，但是或许我们也可以在会场那边放一点点心让大家吃嘛，有热量比较好继续工作，所以开源字幕组的活动也或许会需要一些经费。那另外还有，既然这是一个宣传性的活动，这个目的是希望吸引更多人加入开源文化，那所以我们也会编一些经费来做宣传。好，那大概要多少呢？我大概想一下哈，就是其实我跟红旗啊，还有一些朋友一起讨论过一些关于预算的想法。那其实天南地北，那天南地北大家差异非常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人办过影展，所以有一些钱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它会怎么花，所以我们先粗估了一下，我自己的版本是这样子哈。首先我有十二支影片，这个我其实已经早超过了，然后不过我希望这次播大概十二场影片。那大概有一到两场户外演出，因为我希望比如说办在华山，那很多人走过的时候他会去看，而不是只是我卖票给你然后你来，不是只是这样子的哈。那另外还有开源字幕组活动16次，那因为你知道一次是绝对做不完的，那有做过字幕组然后跟同步过时间轴的人就知道那多累哈。其实两次也做不完啦，一部片子两次也做不完，但是我们就期待说至少有两次来把它修得好一点这样子。那接下来是宣传物，那包括像折页啊、旗帜等等，我们希望都在现场的时候可能发给他，让他更了解一下开源文化什么东西，我们在说的开源文化什么，那以及他可以怎么参与这样子。那还有水电啊、桌椅啊，这个当然免不了啊。所以我自己出估是大概25万啦，可能台下或许会有人对影展有经验，已经在微微笑说：“呵呵，你这个天真的小子。”当然能省则省啦，那我还是一句话哈，因为这是台湾开源社群的第一次影展，我们也在摸索，搞不好后面的钱会差很多，太多太少，我不敢保证。那无论如何，现在需要你的帮忙。各位看到旁边，我也有5罐啤酒，我也有5罐啤酒。那不强，不是说你一定要现在就下决定，然后一定要捐。不过如果你现在愿意，如果你现在愿意，来捐我5000块好不好？如果你现在愿意。好，谢谢第一位出现了。这个我一定要自己开瓶的。介绍一下，其实GoGo Look 的技术长，GoGo Look 的技术长，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谢谢。我觉得第一位都是比较困难的，那意思就是说第二位好像应该出来了，对不对？好，还没有人要，好，谢谢，好，送你一下你，这老东西。好，顺林是我以前的老同事哦，也是算开源老将啊。好，谢谢顺林，谢谢。好，不求多，再来一个好不好？雨婷，哇！啊，雨婷，谢谢你，一样是做影音的嘛，希望直播后面有东西可以留给你。好。刚刚说不求多，所以再来一位好不好？那既然那么快就争到了，是不是应该贪心的再说还有没有谁要来帮我一把？不一定是捐款啊！谢谢陈夏，对我还没讲完呢。好，陈夏，谢谢你，陈夏还是 OSS， 刚有上来过了哈。对，是谢谢你，感谢。好，现在我讲完再举手吧。好，现在我准备举手。我也缺人，所以愿意来花时间来帮忙的也可以。就是如果你觉得你，比如说最近刚好想要转职，然后有一两个月的空窗期，那或者说你最近就突然晚上觉得不做点事情手很痒，那也可以来，大家可以来聊聊。我们比较缺点是说我们还没有公开的文件可以丢出去了哈。不过很快就会有，反正 open source 嘛，就用 open source 做事情。好。那我讲完了，所以你准备好吗？好，最后一位，好，来帮我举个手好不好？最后一位，果然讲这种话的时候就会没有人举手。好，谢谢，PM5。
然后感谢 PM5， 我说实在也跟你不太熟，啊，是 GDP， 应该也是明年会 GDP 上帝会帮忙，对，啊，明年啊，今年是 CosCup 的伙伴了，所以才会认识到，但还不太熟，你要不要自己介绍一下？谢谢。可是据说你有据点属性，对不对？台湾环境资讯协会这样。台湾环境资讯协会的 PM5， 然后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吧。好，谢谢各位。那一样不会缺人，所以如果愿意帮忙，或者说你愿意，不想喝啤酒，但是你想要捐一点的话，那可以在门口那边可以帮忙啊。谢谢各位，谢谢。那接下来，明白。接下来。